国乙女破晓的官员之战六号机，没玩过，来玩玩看。第一次实战，分享给大家。现在来到了封印之塔，禁之连线该才会开。这台好像没什么打架，就是要看能不能连线成功，就会开牌。战国乙女这样也是很多版本的，对啊，超多，感觉有五种，有五个版本的，加这一台还是更多呢，更多。欢迎大家留言经验分享，先拍到这边，有特别的再来拍。终于看到它的漆了，两个漆出来，漂亮的漆，有彩虹，还金色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讯号啊，就是跟那一种冥王百万神一样，一直漆出来就是一个讯号之类，一直漆呀、V 呀、领出来就是有一个讯号，还是什么前兆。这台的纯真 2.2 禁之，跟百万神最后那边一样，禁之出来很容易连线成功。封印之塔应该是小高穴而已。好，继续打。它的天井也是分两种，等有特别的再来拍。莫名其妙开牌没有拍到，因为想说没什么东西，突然连线成功，看会怎样。251转开的，没有天井。这个应该不算开牌吧？啊，太注意啊！他抽选，抽选看会是什么？按了有东西吗？不知道是什么，什么东西？哇，感觉就还好。五转的机会，哎，加转速哦，算是开了，是 RT 的意思就对了。哎哎哎，怪怪的哦。很猛很猛，哦，很猛很猛。哦，加一百，漂亮漂亮。押し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。哎，加蛮多的，很给力哦，加很大。妹子来了，哦，看她的胸部，看这个胸部加十转而已。哎，抓七耶，抓抓看七，有抓到的 feel 吗？哎，那个100真的难加，大部分都加5加10。大奶的出来了，大奶的，大奶妹加20，哦哦，特写，大奶大奶，这个是算，哎，胸部露下面是什么球啊？南半球。是南半球吗？对对对，不是侧乳才是。没有南半球，这也是南半球。问号了，没了。加170舒服。哦，刚才那个加100，特殊的这个一个那个蝴蝶结，舒服，穿泳装。乙女大师。纯真 2.2， 好多歌好多歌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版权问题啊，很怕有版权的问题。有特别的再来拍，看有没有特别的东西，有抓到了，抓得到吗？
没有。怪怪的哦。頑張って。赞。机会吗？没听过的歌，但是还不错听。想要我们的战国乙女破晓的官员之战换了场景呢，看这里有没有事情会发生。像是果然有事情要发生，打架了。Yeah. 小屁妹出来了，感觉就没 feel。小屁妹，哎，强强是小屁妹，看起来就没 feel 来过。第一次玩就那么好的吗？开牌，不许见。哦哦，好猛好猛，加50，不错不错，我以为加10而已。不要叫我抓这个了，加50很猛啊！好玩好玩，新手奖，打没多少。看会抽到谁？成功率3星半，有 feel 有 feel。妈的3星半，比刚才好呢，结果没过，小屁妹比较厉害。还剩39转，出现了这个符号，看有没有什么用。打架吗？像是没东西。有了吧，乙女出来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成功率2而已。失败，不给继续加转速，准备下课。
还剩最后七转。落了400多枚，还不错。有娱乐到，游戏体验到了，因为也没有打很多，刚好又拍到了影片分享，然后里面还很多歌可以选，不错听。这里有很多歌可以选，新曲。战国乙女喜欢玩她的地方就是这样，很多歌可以选，这跟以前的歌都不同，都没听过。这首好像有点听过，没转速了，适度娱乐452枚。关门有机会吗？这感觉好像会关耶，这个颜色还是本来就这样。关一下兄弟，关一下。没有想太多，又来到了封印之塔，看能不能短开一下再来分享。现在下装后的40转出现了一个 push， 看会发生什么事。打架吗？好像有东西哦，再来。没了，冷掉。再来观察一下。刚才真的不知道怎么开的。不知道为莫名其妙就开，我以为是要对单数的才会开，结果刚才是双数，感觉单数就比较好，很像小钢珠的 feel。 对双也是开牌，还有 RT 都还没看攻略。你又下课了啊？你不要打区间打完，又没有打区，都没有区间，不是差很长，100转内开。好了，应该没东西了，没用的 push 键。现在114转，这里有一个怪怪的讯号。看有没有机会连线成功。哇，不见了，差不多要弃台了，因为刚才那里大概3次